好，我们看第七题。哦，第七题的第一小题是说右图中了哈、哦、，C 一个 C 是一个那个平行金属板哦，就是一个那个电容啊。则 C 两板哦，电位差将随 P 点的向左移动哦，而怎么样？就说哈、哦，嗯，这两点的电位哈、哦、是固定的。这两点的电位哈、哦，就是等于那个电池的电位，啊，这两点的电位也是这两点的电位啊，啊，这电池的电位呢，电池的电动是不变，所以这两点的那个呢电位也不变，这两点的电位等于电动池的电位，所以第一小题是不变的，所以答案应该选 C 啊，第一小题答案选 C。好，再我们看呢第二小题，他说若电池哈、哦，如果电池的话，它有内电阻的话哈，那你往这边靠的话哈，这个外电阻的话哈，外电阻变小，那外电阻变小的话哈，往这边靠外电阻变小的话，所以它电流变大，电流变大的话，这里的电位差哈，就会怎么样呢？就会增大，所以这两端的电位，两端的这个什么端电压哦变小，啊，这两端的端电压跟这端这跟这两端的电压是一样的，那端电压变小的话，所以这里的电位差就变小，所以第二小题应该是选变小，所以第二小题哦应该选 B 的话是变小，